独天独厚的音乐天赋，嗓音横跨四到五组音阶，在去年歌手节目中惊人亮相，立马俘获了无数人的耳朵。颜值与才华具备的迪玛希被称之为音乐界的博尔特，也希望迪玛希能够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音乐。好的，有请我们迪玛希先签名，然后再进行拍照。迪玛希来喽，粉丝们，你们的热情呢？哇哦！你们热情在哪里？好，我们拍照，我们多拍几个帅气的照片啊！哇，现场简直是沸腾了，粉丝都非常的热情啊。那我们这个时候拍照的时间可以久一点，让粉丝们都多拍一点我们迪玛希的照片。好，欢迎迪玛希来，有请这边请，欢迎，欢迎来这边请。欢迎迪玛希。我们今天在现场看到了已经守候了多时的粉丝，先跟现场的粉丝打一个招呼。肌肤也需要重生的力量。阿姆斯尔，卡梅特，亲爱的，好。珍惜南非一罗马的精华，马自宝凝实眼唇肌乏味，紧致，提拉，展纹，智能微震，关卡，彩重生，一切都为了你，谢谢。哇，粉丝们都是热情的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马自宝，非常感谢组织方能够邀请我参与此次盛典活动。作为中哈两国文化交流使者，我将尽自己一切的努力，为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力量。谢谢大家。那我替迪玛希的粉丝们问一个问题：迪玛希最近有没有新的作品要推出呢？有一种精神，成就梦想。有一种态度，改变生活。好的，我的广州马自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，主营化妆品、大健康产品。公司拥有专业研发团队，合作多家国内外一流研发中心、原料基地、大型工厂，荣获十五项国家级证书、十项行业级证书、五大权威机构认证。公司自创立伊始，一贯秉持让所想超越所想的经营理念，凭借高品质、差异化的产品、合理完善的销售模式、创新落地的营销支持，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和场景，成为引领传统美业改革发展的成功点。马自宝紧跟国家政策，洞察市场变化，在移动互联网下、新电商新零售趋势下，好，也谢谢迪玛希，我们稍后那场见，谢谢迪玛希，谢谢，有请迪玛希来到我们的盛典现场。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呢？